Hello， 你好。7月14日星期二，你好，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今天的开场有点特别，因为过去整三个月来都是有点灾啊，有点干啊，所以就搞一搞新的 pattern， 新的花样。 OK， 来3 2 1 Go。 7月14日，你好，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现在的时间是1点15分了，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的第119天。今天啊，各报，不管是中文报、英文报、马来报，甚至是丹米尔报，虽然我读不懂，但是大家的封面头条以及封面图都给了同一则新闻，非常的一致，那就是昨天713的国会新闻。最重大的课题就是撤换议长，马来西亚史上第一次悬空议长职，以这种变相的方式革除干掉议长。名义上呢是悬空然后撤换议长，实际上呢就是变相的炒掉议长，让阿里夫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呢，被迫还有被动的腾出这个空位，由穆尤丁委任自己的属意人选。当然我必须强调，从法律上这一种做法呢是合法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这个程序，只是它的过程、它的程序出现了很多争议性的地方。那么这一种的做法呢，难怪阿里夫他昨天向记者表示，这是议会史上头一遭，就算英国议会有800多年的历史，也不曾出现这一种的这种方式，这一种的这个程序，马来西亚做到了。OK， 好，昨天啊，713国会，穆尤丁通过了变相的不信任动议，而他的成绩呢是预料之内，双方都没有跑票。昨天的投票成绩是111三条一对垒109，那么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呢，应该是111加2对垒109。因为有两张票是没有投下的，这两张票呢都属于穆尤丁的国盟阵营。这两个人呢，第一就是主持会议的土团党巴杜巴汉国会议员拉希，他是从公正党跳槽到土团党的。那么另外一人没有投票而缺席会议的呢，就是沙巴 PBS 的戈达马鲁杜国会议员兼首相署部长 Maximus Ongili。 而这111票呢的情况就如炫制议会 Hang Parliament， 因为111是222总数的一半，双方势均力敌，人数十分的相近。那么接下来任何的表决、任何的动议，不管是举手啊，特别是这个记名的方式呢，都存在着风险，都有翻船的可能。这种极度不稳定的局面呢，会导致政局一直都处在一种摇摆动荡的局面。那么接下来的所有重大的议题，朝野呢都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判，做出妥协跟让步，没有一方可以完全忽略另外一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如果要通过的话呢，那么双方就是政府跟在野党呢，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进行谈判。否则的话呢，在国会如果双方都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私欲，抱着捣乱的心情、嘎嘎叫叫的那种心态的话呢，那么任何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算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被炒作成大事，会没完没了。因为双方的势力、双方的人数非常的相近。就比如说昨天乌统巴令的国会议员阿杜阿西说了一句太黑了看不到，那么其实这一句话是意有所指，印裔族群的肤色，虽然他本身也是一名印裔，他是印裔穆斯林啊，拜托了，接下来的 YB 们啊，开口说话之前呢，请用用你们的脑袋，别让嘴巴快过脑袋，或者是把脑袋留在家里，忘记带来国会，那么发出讲了一些不敏感的话语，不敏感的这些使用不敏感的这个词汇，记得要把脑袋带进去国会，不要留在家里或者留在车上。
刚才我有提到未来会是不稳定的局面，那么相信很多朋友接下来就会问说，哎，会不会闪电大选呢？会不会闪电大选？会不会提早大选呢？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了哈，这是我的看法。或许沙拉越大选会成为穆尤丁以及国盟的风向标，穆尤丁可能先让沙州先举行大选，才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全国大选呢，应该不会比沙州选举更早或者是更快的举行。如果真的是有那种闪电大选的话呢，很可能中央会跟沙州一起同步举行，但是西蒙执政的四个州属呢，就是槟城、雪兰莪、圣美兰以及沙巴，不会解散州议会，不会同步举行选举，因为三个字，没必要。 OK， 好，那么我们呢、也顺便来聊一聊昨天撤换议长，那么为何反对党、为何在野阵线的西蒙没有提成自己的人选呢？他们已经知道穆尤丁要悬空议长的职位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没有提成自己人选的情况呢？是不是因为西蒙自己失算，还是漏掉一些重要的程序，还是因为国盟偷步呢？这里呢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议会常规所提到的14天通知，朝野呢对这14天的通知有不同的解读。国盟的掌管国会以及法律事务部长 Doug Yudin 他就说，撤换议长动议是符合联邦宪法还有议会常规，没有任何的缺陷，而且也获得了原任议长就是阿里夫的接纳。虽然呢、历史上不曾出现换议长的情况，但不曾出现不表示它是不合法，它是违法的。那么他就特别的强调，他有点特别的强调说，根据联邦宪法第57括弧二条文，政府可以在三种情况之下撤换议长。第一呢，就是在全国大选后召开新的国会会议；第二呢，就是当他停止担任议长之后呢，就可以被撤换；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下议院在任何时候决定要换议长，可以要求悬空议长职，然后提名新的议长人选。但是这一些说法呢，从西蒙的角度，特别是郭宾信啊，郭宾信他本身是法律的背景，他也曾经是西蒙的这个部长。郭宾信说，一旦议长职位出现悬空之后呢，国会就需要给14天的通知书。那么 Doug Yudin 他就反驳说，每位议员其实都可以在议会开会之前提成议长的人选。那么穆尤丁呢，他是在6月29日提成建议的人选，就是阿兹哈拉，但是就是这个阿兹哈拉。那么反对党呢是没有提成他们的人选，因为西蒙反对这一项穆尤丁提成的动议，国盟呢他就当作说，哎，你西蒙是支持阿里夫和尼克敏继续出任正副议长。那么为何国会没有向议员发出有关议长职的这个通知书呢？这是另外一个关键了。 Doug Yudin 他的解释是说，国会秘书没有必要发出这个通知书给议员。西蒙的争议则说，哎，议长的职位其实真正悬空呢，是在昨天一点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111-109，通过了那个动议之后，议长职位才是真正的悬空。因为当时呢，议员是以记名方式来投票，而不是在6月29日当穆尤丁提成这个议长人选的时候就悬空，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悬空的。因此啊，所谓的14天的通知呢，应该是从昨天713开始计算，而不是629开始计算。况且议长悬空之后，以及一名副议长尼可敏辞职之后呢，应该由另外一名的副议长，就是还没有辞职还没有被撤换的副议长 Rashid， 由他来担任议长，然后在14天之后再经过朝野双方提出议长的人选，然后再来多一轮记名投票。哎，结果呢14天就不用去想了哈，西蒙的议员就嘲讽说，哎，吃了个午餐回来就搞定了，议会制度就这样的被糟蹋阎王了。
诶，不过国盟的达基乌丁和阿兹哈他则不是这样说，他们认为国盟的做法是符合宪法还有议会常规的。那么现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该怎么办呢？他的问题的症结呢，就是议会常规出现的这一个灰色地带，或者是双方的不同解读，对14天有不同的认知，结果就发生了这一个史上的闹剧。那么按照我的理解呢，程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最重要的是要确认议席真的是限空，是真的限空，不能够假假说他未来14天之后就会限空。那么真正的限空是发生在昨天，因为昨天下午才通过表决111对109，因此昨天才算是真正的限空。那么第二呢，14天应该是从真正限空开始计算起，就是从昨天开始计算起，那么国会秘书就发出通知，让朝野双方有14天的时间来提成各自的这个人选。但是国盟政府说，任何议员可以在议会开会之前就提成议长的人选，再加上国会秘书没有必要发出通知书，或许这也是为何国会秘书在之前被撤换的其中一个原因，挂一个问号。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大家对这个流程以及对14天不同的解读。那么还有第三个程序，当这个14天通知完成之后呢，朝野议员再来多一轮的这个记名的投票。西蒙他不是不提人选，而是因为西蒙的说法就是国盟没有按照程序让西蒙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人选。国盟的14天和西蒙的14天又有不同的解读。西蒙解读的14天呢，是在限空之后的14天，而国盟的解读呢，是国会复会前的14天。这就是出现灰色的这个地带，国盟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灰色地带，然后把阿扎捧上去成为了新的议长。那么一开始我就说换议长不是不可以，历史上不曾出现不表示他不能够这么做，可以换议长。那么达基乌丁他也说了，议长呢的换掉议长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阿里夫他不符合国盟政府的预期，所以就把它换掉。你要换掉的话是可以，但必须要跟着程序走。昨天发生的事情呢，程序上是有误的，它仿佛出现了行政干预立法的嫌疑，这是令人感到担忧还有心痛的。政府不应该用行政权来干预立法机构。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一些看法。当然针对这一个课题，我也必须要放一个 disclaimer， 放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法律的这个专家。而以上呢是综合在朝以及在野还有一些学者的看法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仅供参考，这是一家之言。好，那么进入历史头条之前呢，跟朋友们打一打招呼哈。OK。哦，卡图拉迪奥你好，7月14号民主死了吗？民主不会这么快死的 ，OK， 只要我们心不死的话，民主就不会死；如果我们心死的话，民主就会死。所以你可以失望，不可以绝望。OK，Derek Itilo 是马来西亚史上最黑暗的一面。OK， 其实马来西亚史上黑暗的有很多面，也有很多天，昨天呢只是补上了一天而已。OK。Day Dong Ki 下午好 ，OK， 大家下午好。Harry Austin Tan Lim Lo， 哎，看一下这个 Lim Lo Huan， OK， 阿焕你好。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历史头条，7月14号714，我们来聊一聊两件事情，跟民主解放是息息相关的，非常符合目前当下的时宜。第一则呢，就是231年前的今天，1789年，法国爆发了著名的巴士底日，而这一天呢，也被称为是法国的国庆日。这一天714是纪念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群众和军队攻陷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释放了
监狱内的囚犯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这个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因为714的这一个巴士底狱的日子而爆发了。那么来到1879年，为了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法国政府就把7月14日定为国庆日。这一则呢是法国的关于解放的历史，而另外一则的历史头条呢，发生在这个地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有接触到这个地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台湾。33年前的今天，1987年的7月14日，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这个戒严令呢，是世界上一个政权实行最长的一个戒严令了。而这个戒严令颁布的人呢，就是他的老爸蒋介石。蒋介石是在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当时颁布的背景呢，是中国内部爆发国共内战，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内战。国民党他战败了，然后他就退到台湾。那么蒋介石当时他就带着差不多整200万的军队还有民众撤退到台湾，在台湾呢展开长期的国共对峙的这个战争。那么在这种戒严之下呢，人民没有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不得组织新的党，不得创办新的报纸。那么军方呢可以取缔任何他们认为有违反或者是有危害军事的言论啊、新闻啊、杂志标语以及其他刊物等等。而军事法庭呢可以审判所谓的共匪或者是匪谍或者是叛乱等等的罪名，只要当局以一句啊戒严，那么从此人民的生活呢就受到了挤压，人民生活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呢就被剥夺了，那么民众也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想法。同时在当时戒严的社会里面呢，台湾呢是实行了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而这种原本只属于暂时临时性的措施呢，它竟然实行了38年哦，是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如果我们以一代人是20年来计算的话，差不多两代台湾人的时间在这个戒严中度过了，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戒严。那么随着8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政治生态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国民党呢跟蒋经国就顺应这个历史的潮流，解除了戒严令，让台湾得以恢复，或者是台湾得以正式的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所以台湾呢是在1987年解严的。好，那么说了历史头条，今天看回今天的报纸，今天的头条了。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撤换议长，穆尤丁创造历史。新的哈兰的封面头条是这个 OK， 不是上面了，上面是打广告的 OK。 那么因为他没有给钱哦，所以就不要给他 free 的 publicity， free 的 commercial， 就给大家看今天的这个头条。 Azhar Azizan jadi speaker dalam reboot politics， 阿兹哈在政治风暴中成为了下议院议长。他的封面图呢是这个，看到议长阿兹哈的照片，是阿兹哈的穿着议长袍，然后在一片吵闹声中宣誓就职。还有另外一张小图呢，就是昨天执政党跟反对党在国会中的那种僵持的气氛哦。那么今天西纳哈兰他还有封面另外一则小小的新闻，这则新闻啊，他的这个影响层面不广，但是他有那个话题性在，所以就跟大家来讨论。它的标题是 20 juta saman JPJ bernilai 800 juta tertunggak sejak 2016。 OK， 就是这个2016年至今啊，陆路交通局遭拖欠了270万张总值8亿令吉的交通罚单。
就是说从2016年到现在四年期间，民众一共拖欠了陆路交通局总额8亿令吉的交通罚单，四年欠了陆路交通局8亿令吉。那么如果 JBJ 能够收获一半的这个交通罚单的数额的话，就有4亿令吉的入袋。那么这一个呢，对陆路交通局或者是对交通部甚至是对马来西亚的国库来说，是一笔很大笔的收入哦。如果他们成功追回一半就好了，不要太担心，一半就是4亿令吉。那么这个是第一层面，第二个层面呢，也说明了民众拖欠罚单的这一个情况呢，就是有点严重的哈、哦，就是有270万张罚单是没有缴付的，而且哈、哦，这一个只是陆路交通局被拖欠的罚单总数以及它的总额，还没有包括交警。就是警方交通部的交警的这个罚单，而且也不包括其他地方政府的罚单。如果媒体能够把所有这一些包括了 JBJ 以及交通警察 Police Traffic 还有地方政府被拖欠的那些交通罚单，如果总数全部加起来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一笔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如果成功追回的话，那个数目是非常可观的，会增加交通部的收入，会增加交警的收入，也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 OK， 这个是另外一则跟政治新闻没有关但是充满话题性的新闻。好，我们来看 Berita Harian。 OK， Berita Harian 是这个 Speaker Baharu Bukti Sokongan kepada Muhyiddin， 新任议长展现穆尤丁获得支持。他的封面图呢是新任议长啊，阿扎哈，他进入国会，旁边呢是为他准备披上长袍还有帽子的工作人员，而他的下方呢则有三则不同的新闻。这三则不同的新闻其实都跟国会有关。第一呢是讲阿扎丽娜成为马来西亚史上第一位女副议长。那么第二呢就是哈迪·阿斯宾·扎希还有三名国会议员成为国会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取代之前西蒙时代的领袖。第三则是安华确认迪萨干克多本邦干，安华是反对党领袖，正式成为了一哥。不过这个一哥呢不是国家的一哥，而是反对党的一哥。 OK，英文新报的 Star 啊，它的今天的标题很特别啊， House of Art and Drama。 这个 Art 呢充满艺术的和戏剧化的议会殿堂，这一个 Art 呢其实它是语带双关， Art 它可以是艺术，也是新任议长阿扎哈润的简称。因为他之前还没有担任议长，还没有出任选委会期间呢，他以阿哈润的笔名来发表文章，所以这个 House of Art and Drama 其实这个案呢可以是阿哈润本身，也可以被诠释为政治的艺术。所以今天 Star 的这个标题打得非常的棒。那么他在封面那边呢还有四个重点新闻。第一呢就是阿扎哈是新任的议长，第二呢就是新任议长的下马威，就是他安嘎孙巴宣誓成为议长之后十分钟他就把第一位的议员赶出议会厅，而被他赶出议会厅的呢是反对党，是诚信党沙阿拉姆的国会议员卡里萨曼。 OK， 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下马威。那么第三个他Star 突出的这个重点新闻呢，就是首相穆尤丁他解释说，为什么疫情之下的那些救市的配套拨款的配套绕过了国会，因为事情紧张，事情非常的紧迫，必须要马上进行，不能够等。这些帮助人民减轻商家负担的这些配套呢，所以就在没有通过国会的情况之下就宣布就落实了，因为事态紧迫，这是首相的解释。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第四呢是昨天我有
在主编点新闻的时候有提到说，国会爆发性别还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就是巫统巴令的国会议员阿布杜阿西讲说太黑了看不到，所以这一些议员呢、应该要把脑袋戴在头上，不要把脑袋丢在家里，或者是忘记带出来发表这些缺乏种族性别敏感的言论。好，他今天的这个头条，他的封面图呢，就是安哈润被选为新任议长的照片。OK， 就是这张大头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大张的照片，就是今天 NSD 的封面。OK， 大大张的阿斯哈的这个照片。OK， 很清楚哦。他的头条呢是 PN passes critical word test， 国盟通过关键的考验。就是国盟政府昨天以111对109通过了动议，让阿扎成为新任的议长。那么新任议长他除了在十分钟把沙兰的议员赶出议会厅之外呢，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他说国会不是动物园， OK， 所以在国会里面发言的国会议员们，这一些 young bird homan 啊 ，bird homan 这一些 young bird homan 呢，必须要谨慎以及好好的发言，不要讲一些没有经过大脑的话。OK， 他特别强调哦 ，This is not a zoo， that's our day one。OK， this is not a zoo， it's our day one。OK， 还有他封面还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巫统的议员说。今天国会出现的情况呢，其实是敦马尼一手造成的，这就是把今天出现的局面怪罪在马哈迪的身上，怪罪在敦马的身上。而今天的财经日报的 Malaysian Reserve 他今天也是罕见的把头条给了政治新闻，给了阿斯哈，而不是给了财经的新闻或者是股市的新闻。他今天的标题是这个A dramatic day with a slim majority at day one rakyat， 戏剧性的一天，国盟以微差票数获胜，非常 dramatic。OK， 他的这个 dramatic 就跟今天下的 drama 是有点相似的，就是充满戏剧性，充满这个大家像看戏的那种情况哦。而他今天的封面图呢，是他给了。前任的正副议长就是阿扎哈，还有尼可敏。他今天的这个封面图呢，就跟所有的报章很不同，因为其他的报章呢，都把焦点给了新人嘛，就是这一个阿扎哈，这一个阿扎哈，然后这一个阿扎哈跟这一个阿扎哈，但是 Malaysian Reserve 给了 Arif 还有尼可敏。OK， 那么今天呢的头条就是这样，但是在结束之前看一看网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 OK， Fat Cat Johnson 讲说下午好，金蛋进收入进国库就好，怕是进入个人的口袋。 OK， 这一个呢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OK， 金蛋讲说206人看你主编哦，是吗 ？OK， 好，谢谢，谢谢在线的206或者是现在的217人。OK， 那么再看一看Eric Low，OK，Eric Low， 好，OK， 单调 V， 还有个 New Comment，OK，、okay, 好，mana itu New Comment pergi， tak nampak pun。好，那么今天呢就谢谢各位在线上的朋友。明天呢，因为我们下午有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明天的主编点头条呢就暂时暂停一期，但是我们的主编点新闻呢是风雨不改，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大家送上。好，我们在后天，就是今天星期二哦，明天星期三，后天就星期四，再见了，拜拜。